那个蔡壁如政治决断也蛮快速的嘛，对不对？蔡壁如、啊，但是我要替他抱怨，那我让你搞的，你好歹要判决书给他，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给他判决书啊。你要把他判死刑，好歹判决书拿出来。是他主动还是你有跟他谈？他跟我讲了、啊，或者是默许，一人就钱打完。那个蔡壁如政治决断也蛮快速的嘛，对不对？蔡壁如、啊，但是我要替他抱怨，那个过程还是不合法。那我这样搞的，你好歹要判决书给他，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给他判决书啊。好，有一个学者他翻案了，他就说好像这个过程有点草率还是怎么样、啊，我看就有的惨了。你要把他判死刑，你好歹判决书拿出来，到现在还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。那蔡壁如不冤死啊，或者他太早启动啦、啊啊，还是说为了吴欣盈他能够翻上来？不是、啊、不是的、啊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这他那为了团队他只要牺牲，因为陷入口水战嘛，所以他干脆就是他主动还是你有跟他谈？他有跟我讲了、啊，对，我只是。默许，你笑什么笑？他就问我说他要不要吃掉，我都没有讲话嘛。嗯，没有讲话他就知道了。嗯，你们应该是想法相近的啦。对啊，他是一人就钱打完。好。